儿子会比较要一个男孩子的样子。你走我旁边，不要紧胸，你不用跑，慢慢走，撑着，哎，撑着走好，一步步慢慢走。会累吗？啊？有一点。啊？讲话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。有一点。要休息一下吗？不用。你可不可以啊？你在干嘛？啊？你在嘛？你人有不舒服吗？没有。他饲养我对他严格。小时候，这是我承认，小时候管他比较多，这是真的。可能是他在当球员吧，情绪也不是比较好。我们一秒就要输赢的呢，所以那个情绪都是在一种高张力、压力里面。我嘛是在学啊。他是我学习的对象。我觉得他是加盐水。我有加了啊。我不知道这香菇这样。没有熟。有。熟了都熟了。那民宿啊。今天煮的还可以吗？合你的胃口吗 ？OK 吗？啊，大哥。这种汗水有关的这个自然生态，他关心很大的事情，我关心比较自己生活的事情，对，还有家人，就不是土地啊，也不是环境，也不是气候，也不是水资源。我上幸福的，就是你要回来。啊，我变成我的感觉讲啊，我的信念，哎，我的对土地的一种信念哈，啊，加对大自然的一种维护，啊，这种的，啊，哥，安尼恁会袂愿意回来吃？因为我会当家己知影嘛，这无紧无紧嘛，我真正会当去看册。啊，从牧民，头脑清楚，的时间，好你话啦，无几年嘛，我这几年，现在无几年，还讲啊，我是真的是会害怕分开的啦，对啊，当然这是一定的，对，就是那一种，觉得啊。安尼就好诶，我舍不得没有这样的在一起的生活。安尼就好诶。第一次小品，非常棒。爸爸小时候都没有办法有这种机会，为什么？因为阿妈不让我进厨房。我背你。不要。真的吗？我背你。不要。我蹲下来。不要。不要，那你想走吗？你先握住这边，你这只手握住爸爸的手腕，手腕。对，像这样，像这样，像这样。爸爸，我爸爸等于是爸爸抓住你，然后我们一起往前走，可以吗？你两只手都抓住，两只手。不行的时候就抓住我。妈咪，等一下。好，我这样，等一下我现在在。等一下啦。好 ，OK。我要动。好，我不动。非常好，爸爸可以动了吗？没有，可是我的脚要移动，你才。等一下。好，非常好。Very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。嗯，爸爸不要动。没办法，我一定会动啊，朝宇，我一定得动。点。没有，我就算慢还是会晃，他这里就是会晃。我们要接受这个晃，可以吗？至少我们两个在一起。
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上船，拿到钱了，哎，你就不得不出港，对不对？然后去哇，真的很痛苦，在船上。你真的很辛苦。但我知道，爸爸很有责任感。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在工作上，我就是我虽然音乐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那我就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。阿米是有数日子的中文字吗？什么？数日子有吗？有，你少数多了你二，你在数算日子，然后在等待。他才刚弹琴半年吧，然后他就说他要去比赛，然后去的车上，他在后面练习，还哩哩当当那样，然后我还开玩笑这样说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去玩的哦。然后上台，他一躺就吓一跳，那个观众的反应真的是有够浮夸的。我自己的观念是，我只是在做我小时候想要的父亲。可是其实我到现在，到目前为止，其实我都还是一样，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，我还没有做到我想要的爸爸的样子。对。但在有他之前，我非常非常难想象，我可以这样为一个人付出。我来看哦，哥哥车溜溜呢，哦，阿弟真搞的，过一届好不好？你要骑到这？哎呦，你要在比赛吗？弟弟他没有车，他用球跟你比，啊，你用车好不好？我弟弟在当比赛。阿弟，要车溜溜不？没不？哈？不会。不安怎？不会别人哟，他等一下好不好？哈，你先上来溜溜。好，来，好，准备，我们分两个回合来。这次先，好，我们这次两个弟弟妹妹，按你等下跟那个。你看里面很多鱼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什么颜色都有，可是有一只鱼很亮眼，就是那只紫色的鱼，哦，它叫俗名叫草莓。我觉得它跟阿弟很像，就是你很难不去注视它的存在，你会一下看到它。可是你看哦。他跟其他的鱼，好像没什么互动。我想要帮助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玩在一起。我所做的这每一件事情，其实都是帮助他成长，让他去面对这个社会。可是这每一步其实都把他推得离我更远。阿爸爱几时出来就这。阿爸问你来，阿弟你爱阿爸爱几时出来就这。爱就这。